大家好，我是不二红尘，感谢您的关注和支持，下面请您欣赏精彩剧目。唐山皮影是一门古老的民间传统艺术，中国皮影戏中影响最大的种类之一，因以河北唐山地区乐亭、滦县、滦南一带的语言音律为其音乐特色，所以又叫乐亭影、滦州影，流行于河北唐山、承德、廊坊等地区以及东北三省各市县。它是一种有着精美的雕刻工艺、灵巧的操纵技巧和长于抒情的唱腔音乐的综合艺术。抗日战争以前常在农闲聚众演出，镇上述地区的乡镇农村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，它的唱腔音乐尤为群众所喜爱。传统剧目有五峰会、小戏堂、四平山、大金台、汴梁湖、花木兰、全家福、喜龙归、火焰山、盘丝镇、洞庭湖、三打白骨精、五家坡等。下面请您欣赏传统剧目五家坡选段。王府入赘，可恨王允那个老儿先贫爱富，将我夫妻撵出，无可奈何，搬到寒窑受苦，叫我夫妻离散，周西去了18年，今日思想起来，唉，好不伤感人意。
立锥之地，孤苦伶仃，实在可怜，三亲六故如此陌路，四邻街坊又瞎眼观，颠沛流离遭冻荒，无意之中踩老配，原是那相府之女王氏宝钏，看起来富贵贫穷有命案，千里姻缘一千千案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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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了半身出，正好借水摇星船，王允他势力正，心动简单，免得出了贫贵与王氏宝钏，无奈何夫妻般在寒窑内，每日打柴又把晚多待了，金星图照叫我无意在土江河，想要捉怪还没闯关，thank you.
虎，千方万在我西路上，我遇害为虎他心多遗憾，万蛇机关疆场之中遭擒虎，还与那拜登孤独结下良缘，日月如梭催人老，在西凉醉生梦死18年，想起了受罪的仙妻王三姐，好意思